先生，真的，那你来一下，没空哎，真的吗？对，好，跟女生聊天五分钟，我等一下找一个女生跟聊天五分钟，好吧？对啊，你有空？女生脸了吗？是。好啊，啊，你有没有单身？是单身。来啊，好啊，啊你，那你加入这个活动，那、啊、你等一下自己跟女生聊五分钟哦。啊，好不好？聊完了，我会问那个女生愿不愿意跟你加赖，就这样。好，那、啊、你喜欢哪一种类型的？我去帮你找找看。我问，你有成年吗？是成年。漂亮，成年人，好啊。那喜欢哪种女生？请说。我等下就不帮你介绍喽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吗？可以、啊。那我solo喽。我这里吗？啊，那你在那边不要动，我去，我来找。这个，那也要找年纪差不多的。你有没有单身？啊，我男朋友。真的吗？对。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拜拜。啊，你有单身吗？就你单身对不对？我没有。漂亮漂亮。我有一个新节目，叫做硬聊五分钟哎。你要不要加入？生活节目。对啊，你包包先，我帮你拿包包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就是有一个男生嘛，我刚才找到一个男生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。我的任务就是帮他找一个女生，他喜欢类型女生，跟他硬聊五分钟，然后最后三分钟好了，三分钟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用跟他聊天三分钟，然后最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跟他交换赖，这样就好了。好。好 ，Yes， give me five。加油，来！好，来了，那我们要准备要开始喽，背对背，转身就开始喽。好，那你站在背对背，你这样不要动，你这样不要动。准备好了没？三分钟。啊，你不能先看到人吗？来，背对背对背对。你们各有一次的机会，可以叫黑男开话题。对啊，对，如果太尴尬的话。好，来啊，大家硬聊三分钟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，转身。那现在叫什么？对呀、啊，讲一下话就。来这边逛街哦。我这样镜头比较好，好那个拍。不是在这附近？不是在这附近要去逛街的吗？是吧？是吧？等下打算去什么？去大理街。大理街。哪街的？开花花，他这样用球就好。跟你讲，他做厨师的啦。对啊，你会不会做意大利面？会的。对啊，有空可以做给他吃啊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吃哪一种类型的？我喜欢吃明太子的。我也喜欢明太子。我也喜欢，太怪。对啊，那你会做明太子的吗？会。好了，我已经拯救了二十秒了，继续。你也可以讲话啊。他讲话。觉得时间过很久，三分钟都没去，三分钟而已啦。三分钟好久，我快完了。好啊，那、啊、还有一分十秒。对，你也可以用求救卡、啊。我刚不是用了，一人一次用的，一人一次。可以加陪我聊。可以啊，来加入，加入加入，来，你朋友邱元卡，我们这叫硬聊三分钟，现在一分钟了。镜头硬聊，来，你会硬聊吗？硬聊没关到。来，还有四十秒。然后我来就是。你好。你好。半年。新年快乐。
还有30秒，有没有觉得超久？3分钟哎，朋友退场了。好，最后20秒。对呀、啊，他是当厨师的。那你是什么时候？我没有什么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哇，1秒3分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对，好啊，那你愿不愿意跟他交换 line， 跟他当朋友？应该是先不要，可以。不用不用，当然可以啦，当然不是勉强的。好啊好啊，那你啊，很好哦。好。好了，祝你顺利哦。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讲怎么聊，你要自我介绍啊。你要说你好，我在当厨师，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可以煮给你吃。然后你可以说，哦，我等一下去哪里，你等一下有没有空什么的啊，多讲一点话好不好？你已经很好了，你已经非常好了。面对女生，你已经完全就是很勇敢的在那边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非常好，你就是少了不知道讲什么话题而已。先祝你在生活当中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好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，拜拜！我要放我的《大象教室》第3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拜拜，再见。